出 IPP， 哎，妙边哦，出 IPP 是三三招十四招的，我怎样讲？有话讲，我必亲自甲汝动起，互汝安歇。莫非讲，汝若无亲自甲我动起，就卖错我来到这所在。那我好多问题啦。既然上帝是无所不在，伊安怎会甲莫非动起啊？伊讲伊啊嘛。所以我意思说，圣经讲同在时阵啊，无一定是无所不在的同在。圣经讲同在时阵，你有时讲了特别上帝出现，你会先来的。上帝奉献到去对生命中的一个点声出来，帮助你，甲你同在，互你陪伴，带你行对路，互你了。解决的问题，帮助你处理你的问题，会听讲阿门无？所以摩西讲，你若是无甲我同在，我无卖去，因为这个同在摩西讲的，不是讲了的无所不在，搁最目的的来讲的，乃是讲了伊的同在的表现来讲的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会甲你同在，上加阿公甲我无犯罪点声的时阵，安尼款。”摩西就马上讲：“那是你无甲我白白同去啊，我敢卖去。”遐即款，遐哩有偌济基督徒，虽然信主去教堂，有安尼款的态度。咱人常常一个人，一个人。了，家己做家己唔惊，去做真济唔惊，来无插上帝同在。咱人真正假死，真正大主意，家己做家己唔惊，家己做家己决定家己唔惊，无上帝同在。但是，今日只看见八年，牧师爱去看到，哎哦，写个摩西的款，伊讲主啊，那是你无甲我同去，无甲我同在，我卖惊。遐种话，咱人做基督徒，阿咪像咱人信主的人，会甲无信主的人不相。那是汝的信主的生命内面无上帝同在，汝个甲无信主的人有分别咯。今日阿咪定互汝分别出来，就是因为人到你身躯顶会看到上帝同在。我今日甲汝讲，我是真个谦卑甲汝讲，唔是用厚脸甲汝讲。当我宣布讲，即教堂今年旧年咱先咱就讲，咱要停八十千的时阵，真侪人当我讲笑话咧。因为我相信上帝教我同在，我相信是上帝感动做物件，到到未来咱停到八十一千几，来拍手耶稣好无？我咪讲讲这个物件是咩？表现好咧，啥物件？我今日是要俄罗斯上帝，因上帝教我同在。咱去看到你的牧师，我咪无相，因为这牧师会明明看到有上帝甲伊同在。我要帮助你，自从一八年，我要爱你有上帝同在，爱无？爱咪？爱。所以有上帝同在，就是人会看得出你会无相，因为你知影你料伊唔惊，你料伊输。你唔是你家己搞，家己聪明，乃是有上帝甲你同在，而且你讲阿门无，所以这真正要紧系怎样，咱莫怕。